新的奔驰 C 到底难不难看，跟着奔驰 S 确实长得很像，内饰基本造型设计一模一样，那些曾经骂 S 的朋友直呼真相。30万买到 S， 30万买到面子，30万找到妹子，30万解终身大事，不是开玩笑，30万真能解决终身大事，因为特斯拉 APP 能够介绍妹子。 Because you can spell love with the E The Tesla owners use the dating APP， 两台特斯拉在一起会有共鸣，去探索发现车上不一样的问题。吉利星越要出 L 了，大家猜猜价格是不是会超过领克？不会。直列6缸 3.0T 宝马 M2 也要搭载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L2。相反，奔驰很朋克 C63 去 V8 没了，4缸带上朝天，估计更要上台 2.0 了。三分之一价格买台新的 GLB， 30多万一辆，还是一台动力 1.3T。 Yeah， 你买不买？ Yeah。